嚟星期一九点嘅九点正直播，啊、我哋今日咧又有 Eric 啦，有 Omi 啦，同大家又倾下一啲今次嘅头一 part 都系倾下一啲狗狗嘅时事啦，系嘛？系国际性多啲啦，系啊，即系竟然系估唔到呢个地方都会有恶狗嘅出现，系因为讲到系去到美国嘅白宫，即系正常应该觉得所有嘢应该会系好 under control 噶嘛，系啊，飞弹都打唔入噶嘛，系啊，估唔到系俾一只佢阿拜登自己嘅宠物狗狗咧，系令到有一个 news 出现咗嘅，咁、就系讲话美国嘅总统拜登所养嘅一只宠物犬，佢叫司令啦，咁英文名就系 commander 啦，喺过去呢四个月咧，系至少十次咬傷或者攻擊過佢哋其中入邊嘅一啲特勤嘅人員啦，咁就成為咗白宮安全人員最頭痛嘅動物，因為應該頭痛，因為依個係阿拜登即係佢哋嘅 family pet， 冇錯，總統好愛錫嘅，但係佢有個最 top 嘅人嘅之下嘅愛錫嘅愛犬，咁點解一隻？狼狗在里面会不是很听话的咩？不是应该会有 world train 到很叻而更加懂得怎样 friendly？ 是应该那个服从性很强的嘛，还有他这个品种，他养即是拜登养的这就是一只纯种的德国犬来的，已经是真的个基因很靓啊，那你又同埋是一个这么高体系这么要服从的一个生活环境都会出现，是不是真的因为他说啊，因为白宫是一个很高压的地方。白宮是不是一個很高壓的地方？可能會是的，因為我真的入不到去，但我真的很想去研究一下，如果有請到我過去就 very good 了。有很多人說要請 Eric 你過去幫幫拜登，美國沒理由沒有的。是的，但是為什麼就是應該正常就算怎樣有些哇很 top 啊很厲害都會出手去拜登會請回來，但是為什麼好像解決不到出了新聞會這麼誇張呢？現在隻狗我相信它有 train 過的，絕對有的，但是它 train up 它的過程是怎樣教法是另一個故事咯。哦，好像你有些問題，是的，好像有些問題，大家去看看你們覺得有些什麼出現了問題。Family friends for the same reasons. Stay in the White House. Go, you know, work on the problems. But maybe he's got like a secret cave in his house, and we don't know about it. Cave in his house. Cave. 佢系咪心急咗咋？即系想佢，所以你俾人放大咗咯？你见唔见啊？睇下佢咯，好似系咪啊？你睇下，所以有时你话哇，佢系咪真系唔锡狗定还是点咧？你见到点解会咁样咧？发生乜嘢事咧？系咪大家都好高压？因为可能阿拜登都知道好多镜头即系影住佢，佢好想自己嘅狗狗同佢系可以有一个好靓嘅 picture 出嚟，就心急出咗脚咁样去，哎过翻嚟咁咧？我觉得啊，我自己睇呢条片啦，佢哋头先个 news 佢哋都会讲就话佢哋唔锡狗啊，其实拜登唔锡狗啊，其实唔系，系佢俾条绳棘到。而不小心踢到踢到只狗嘅，你哋试下再睇啊！睇多次，留意啊！佢执条绳嗰阵时，系哦，佢拎条绳棘到自己，所以再落噶，只狗再摄咗位。所以呢啲有时传媒啊，或者唔小心唔明狗狗同个人系发生咩事嘅时候，就入咗去咯。佢自己都唔想跌嘅，佢系失足噶。个传媒或者我哋影咗呢个角度呢一个镜头而 play 嘅时候。我哋唔識觀察或者唔識解讀呢個畫面，就會覺得啊，其實係咪佢唔錫狗咯，或者佢容許只狗咁樣咯，所以佢踩我而家踢佢咯。哦，因為同埋上一下佢係想拉翻佢過嚟上車啦，咁但係就俾條狗繩棘咗，嗰腳落去就變咗係啦，就變咗好似有咗問題出嚟，咁就可以做到一單新聞出嚟。好似再放大咗。係啦 ，Hello， 翻到嚟啦。翻到嚟啊！死啦，好惊！我表哥麦秋成啊，又劲啦，又排舞啦，又拍戏啦，又电视啦，哇，好犀利！好多角色有无限嘅爸爸，又系女嘅爸爸，哇，好多角色，好忙啊！但系今次请到咧，最紧要系想你分享系 Eric 表哥嘅身份嘅角度咧，
嚟講下佢嗰啲即係趣聞啊！即係由細嗰啲，即係唔今日唔好講咁多養狗衰嘢啊！衰嘢衰嘢，有咁衰講咁衰都得㗎，因為我哋即係咧好多時俾阿係真係咩？即係俾阿 Eric 咧 manage 得嗰啲場面太犀利啦！即係俾成日俾人薯啊嘛！係啊，即係薯翻嘅薯翻，真係都係佢唔使，即係佢唔薯佢都驚啊！而家粒粒定就尷尬見咗翻。點解咧？點解？其實你哋細個係已經係好 close。是不是整天都會很 close 的攬頭攬頸的東西，是真的很 close。 可不可以放大他的樣子？你們找我說他說小時候的樣子的時候，我想了很久他小時候什麼樣子。為什麼？不是這樣的，我現在想著現在 Eric 的樣子，但是他BB了。不如我給你看看，看看他小時候的樣子。麥秋成和我小時候的樣子先，這個就是你們，是啦，誰是我，誰是麥秋成。那應該大一點的是表哥啦，小一點前面。哇，後面那個敦煌壁畫來的。哇，這些真是歷史文物來的，我告訴你。你們哇，真的經常差不多樣子啦，沒變過，現在都是這樣的。沒變過，認不認大家認不認得，其實大家有沒有，我都沒見過 Eric 小時候。哇，厲害了，這個真的厲害，這些全部都是我家姐啦。之後就抽成，我細佬啦，我攬住佢細佬啦，咁之後做我又係我家姐啦，然之後又係，係啦，你睇下我 O 咗嘴咯，係，我哋其實，講真喎，我哋嘅 family 個關係好好喎，全部都，即係我哋啲親戚啊，所有都好，咁所以我哋個 love 係好重嘅 ，be honest， 即係我哋對人對動物嗰個好重感情嘅所有嘢都，即係好 feel 到嗰個 bonding 喺度，係啊，依啲真係由細到大要即係做出嚟嚇得。啊！這個我來的了，這個你有沒有人用 cute 去形容這個 Eric Cole？ 應該有啦，好可不可以用 cute？ 是不是在周成心目中沒有 cute 這個字？是啊，你看我走在一邊。你這個 outfit 是很爆的，就是那些走在尖端那些來的。所以你看這些的時候，真的我們小的時候都會去玩，我會去你家住。是，這個是真的經常都孖公仔周圍玩那些。是啊，我們經常都會一起的。但是是乖的。你看麥秋成幾影的，真的要我站在旁邊的神鹿這麼大。你看 Eric 那個已經在薯緊的了，已經在薯緊的。原來那個手勢是小個已經是有練的。不過反手一段時間，大家可以學一下。所以我知道不是太 work， 我現在練回向回向。還有好像用了兩隻手指加強。不是那時候叫蟲鼠是嗎？是。OK。指著什麼？哇！我那時候跳緊舞了，剛剛。這個是經理跳舞，是的，我已經讀緊理工大學了。是那時候有沒有大家都 keep 住？我仲喺澳洲，是嗎？剛剛回來了，是啊，我回來了。那時候有沒有想過其實大家即是抽成就是兩隻腳都踏入娛樂圈，而家 Eric 就加到半隻腳由練狗就踏入娛樂圈，咁樣去上節目啊，我哋拍電視啊，咁樣你有冇諗過大家係都兩隻腳嘅咧？都兩隻腳，可能四幾多人識佢？然之後做狗狗就四隻腳，好多隻腳嘅其實真係。哇！八足咁多爪啊！即系有冇谂过大家两即系表弟表哥会变咗系而家呢个 picture 出嚟？冇啊，真系冇嘅，即系有。你就系佢细个唔系做律师就做医生嗰啲嚟噶，真咩？系啊，收埋佢自己咧，医死人嗰啲咯，咪真系有谂过做医生律师嗰啲嘅？梗唔系咯，唔会啊，即系唔会坐定定，我唔会，我唔中意坐定定嘅，佢讲笑啫。哦，你就有唔系佢就系犀利，佢读书叻嘅，秋成坚嘅，我就系读书唔叻就走去跳舞。喂，点啊？边个应该系叻定叻？唔系啊，真系叻，佢跳舞咁。哇！你谂下，跳舞都其实都多人会跳舞啦，即系好多个个都会闯出状元，佢真系好犀利咯。真系有咁，我有我想跟佢学嘅，不过我啲筋好硬。有冇教？有 Eric 其实有冇跟你跳舞？即系佢有噶，成日都话要同只狗狗一齐跳舞嘅。我成日都想嘅，系真嘅，系啊，真嘅。可唔可以做到咧？排唔排到啊？喂，呢个要问呢个全香港最 top 嘅厨师，令到只狗去跳舞。我有方法嘅，系啦，冇错，咪。Eric 令只狗跳舞可能唔难，但系周成令 Eric 跳舞就难啊嘛！唔得，我啲筋咧太硬啦，我成日都话哇，点解你啲脚可以抹到咁大嘅？咁你点解你啲筋咁犀利、咁软熟嘅？我真系唔得咯！我而家得啦，我只手指。你话唔好举出嚟，唔好两只手，你用屈雪咁样，系弯出嚟，我只手得啦，我坚得啦，我系最弯曲得犀利，而家系呢只手指。即系呢条筋最松，最松噶啦，其他冇位松。你见而家呢啲全部都系我中意嘅动物咯。其实头先系阿秋盛爆咗话整车，系嗰架车真系我整，好多嘢整出嚟，砌啊好多嘢冚出嚟。我喺澳洲我都好中意车，
你剛才那張照片是澳洲拍的？哪張？剛才剛剛抱著隻 Wombat 咯，是得澳洲才有人玩的嗎？你日本也有的，日本也有，我借了出來，這個就是做義工的時候咯，去教，這個是BB 嗰陣時火放唔係嗰啲叫火燭啊，咁然之後佢哋就要啲擺翻入去嗰啲 shelter 裏邊湊大佢，然之後放翻佢喺野外咯。嗯、你睇下個樣幾清冽，我講 Erico， 真係冇乜變過嘅。大家有乜變過？有嘅，有嘅，我睇到好多人 message 有更加 mature 啊。咁但係我嗱睇到 Eric 所有都好似真係好好。靓啊，好有型！究竟我真系好想知道，爆一下 Eric 究竟佢有啲咩最惊嘅狗狗非常识。今次咧就唔系 Eric 出题啦，系我出题去考一下，究竟系阿表哥劲啊，定系阿表弟叻啦？即系我哋有死咯，我惊我唔识答添，我唔知咩狗狗嘅常识啊？系狗狗，我点会识得？我点会？可能好简单。系你非常识啊，定系真系？可能我都唔知。非常唔识啊，即系我哋 OK。咁我哋咧呢一个环节，我哋可以问一下大家。我哋首先咧，好多讲咧，即系都话诶，嗰啲狗狗咧系狗似主人型噶嘛。即是看看嚟紧嘅主人的样子，你会不会估到他哋是养咩狗的 ？A 图呢位女士养乜嘢狗啊？嗯，哇，佢是一位即系挛挛长发咁样貌非常之标致啦，一位唔好话俾佢系贵妇啊！我都系咁估，贵妇 ，OK， 大家觉得咧系咪噶？未开估住，因为我哋仲有几，我哋有 A、B、C、D 四张，冇得拣，你一阵就会一次估下，睇下你哋估唔估到。即系我谂佢形态啊，神速，你话佢眼神啊，或者佢个头发，你哋有冇 tips 啊？大家系咯，大家可以 search 啊，冇得 search， 冇得 search，search 唔到吧？嗰啲长毛嗰啲狗遮住只眼嗰啲叫咩？哦，阿富汗猎犬。会唔会有有啲似？死咯！大家 keep 住麦谂啊！好啦，我哋睇下 B 图嘅主人先。哇！呢位好好 sweet 好 Q 嘅婆婆，咁样一头，我觉得好似比熊咁。我唔敢乱讲。唔会啊，真系噶，可以，因为系呢个系一个好 sweet 嘅画面，因为佢哋多数可能真系带自己狗。哦，你哋好好 sweet 啊！呢个好温馨，好似外国喎，外国人应该系。比熊摩天使系咪摩天使啊？黐黐地喎呢啲，系咪即系会 feel 到系一啲白色嘅狗狗咁啊？系咪因为俾佢发色，成日都好留意咗佢哋嘅发型，影响咗嗰个观感？唔关事，感觉唔知啊，系咪会唔会有时狗似人，人似狗咧？会，我觉得有少少似，一定有，会噶会噶，一定有，因为上天嘅安排嚟，系 connection。OK， 咁大家頭先講阿 Eric 啊，就覺得係喂，大家繼續寫係啊，好多人講比熊，比熊啊，摩天使喎，又係喎。唔好俾我誤導咗大家，我真係唔知道答案噶。唔知噶，而家未有。好啦，我哋睇下 C 嘅主人呢位八哥。八哥呢個咧啊，唔係八虎，八虎，八虎係咪嗰個直覺啊？嗰、那個佢個神態，八虎，八虎，八虎，好似好 man。佢個樣出咗嚟喎，八虎係咪兩隻一隻鷹？唔係喎，啲拳師喎，拳師啊，都係比較有霸氣嘅狗狗嘅 style 啊嘛。可能鬥牛筋啊？係啊，會唔會係依類型啊？佢感覺好似 grumpy 咁樣，佢個表情。拳師唔係喎，有啲似鷹虎喎。鷹虎。OK， 我哋再去睇埋 D 呢張最後呢個主人先啦。佢今日俾個側面你睇，即係佢個輪廓係好。大家覺得咩啊 ？D 呢張可唔可以講一講啊？係咯，睇下大家係咪老虎頭先？係啊，紫垃圾啊，紫垃圾冇出過。呢個係講緊係呢一張。D 係似咩？大家覺得 D 有咩狗條頸好長嘅？我覺得似駱駝。会唔会养未去到咁样嘅，未去到养骆驼嘅，似羊多啲。佢好大把，有冇啲咩狗狗系佢嗰啲 ？feel 下先，有须嘅。嗯嗯嗯，好长嘅，长长毛有须。点解佢要咁样俾个侧面？好似有啲牵嘅，咁啊系嘛？好啦，我哋睇晒，咁我一死咯。等我谂一谂。谂啊，我哋睇四位主人都一齐出现。系 ，OK， 我开股，我谂到。好啦，我想知啊。咁我哋真系开股啦，我哋睇下逐张，我哋由 A 睇下个数。点解我哋谂唔到咁蠢嘅？咁，我哋第二题咧，我谂可能秋成会有信心，因为系关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儿童心理学嘅一个实验嚟嘅测试嚟嘅，就系你唔够啊你。系啊，就系棉花糖测试，有冇试过同女女咁样做？就系你摆喺度，咁你放粒棉花糖，然之后叫小朋友你。
對住呢粒糖啦，叫佢唔好食住，咁就睇下佢忍唔忍到。如果忍到咧，咁可能仲會俾多一粒佢。之後咁就睇下佢會唔會肯喺嗰個我行開咗，父母行開咗嘅時候忍住唔食粒糖。哦，冇即刻食。咪可以好可以试下翻去，即系因为好多呢个实验都好搞笑啊个 result 出嚟。咁呢一位主人咧就系将佢呢个棉花糖嘅测试摆咗落佢自己嘅狗狗度，咁就睇下大家估下究竟佢呢一条片入边嘅金毛啊同埋 husky 边个会食咗呢只烧鸡先，定系会唔会食？大家忍唔忍到啦？哦，我哋要估系咪？冇错，个主人咧，而家你睇到佢系特登喺佢面前食，喺度食啦，忍佢哋啦。其实好难忍的是吗 ,Eric? 难他要 self-control 是很难的。同埋你之前成日讲呢食物啦是他们一大最大的一个 craving 来的嘛，或者可以影响他们的样子好像惨。是啊，食物是对他们是最重要的嘛，啊、求生。所以听不听呢，你觉得大家好像舐晒你，但又觉得他们好像很听话。来看。大家拧晒歪面 ，Husky 就行咗去后啲，得唔得咧？你啱啱以你哋估就做咩？大家静，佢哋两好表真系劲认真喺度。我估只金毛食先，食先，嗯，金毛食先，嗯，你佢个样子越唔似，我觉得越系。佢头先咁歪晒面噶咯，越系冷静，越容易出事，越容易出事，反而只。Husky 佢周围走啊，临尾吓，即系喺度起码 release 下嗰个压力。我觉得只金毛系大佬，系、啊、大佬唔敢食，细佬唔食。可唔可以播多次啊？冇啊，冇啊，冇。表哥话冇啊，大家即系收佢啦。真系唔俾佢睇，我哋睇多少少，睇多少少，俾多少少，大家观察一下。即係可能 Eric 成日用曬觀察，可能唔係，可能佢一睇佢真係會睇得出㗎。佢識觀察佢哋啲眉頭眼額。唔係啊，而家我放鬆緊，我唔諗咁多嘢，我當遊戲咁玩嘅啫。OK， 好大有話燒雞咁，仲要係兩隻雞髀咁樣。我覺得會偷偷地忍唔住，起碼舐下咯。其實隻金毛係奸啲嘅。即系表哥偷情，佢应该会唔系系只金毛，我觉得只金毛会乖。但系佢样好乖喎，佢样你觉得系点？我觉得黑士个样好似就系曳啲咁，反而金毛系好似唔系佢系曳啲，但系佢真系堕后去睇一睇系咪真系啊？之后再坐喺度，好似真系唔喐得噶，即系佢可能如果听话，应该系金毛听话啲嘅，系即系如果教系啦，但系雪橇咧就系顽皮啲嘅。通常都是的，很多時候都是他們的性格問題。但是他真的退前了，看清楚了之後坐定在那裡，他又不夠得走回近隻雞。但是隻金毛就是坐在那裡退一步，還有隻金毛望一望，不望其他東西，只是看著雞，只是看著他知道你走開了，但是不望，他只是 focus 著。好，我猜金毛吃先。金毛，你們兩個都猜，但是很多 comment 是留言是 Husky 吃先。試一下吧，因為 Husky 呢，好反叛啊，很曳啊， Husky 先。是啊。但是反而兩位，我們不要比，不要覺得是 Husky 還是曳的，爭氣，不是，爭氣是 Husky， 不好吃。即是 OK， 那我們就看一下一條片，究竟看看成不成功。乖乖乖。